就是入围了十大最受欢迎男女艺人的 Shane 包勋平、Tasha 刘怡玲，还有宗子杰。哇哦，仙今天的造型从头到脚都是黑色，沉稳又不失时尚感。Tasha 这身 V 的黑色长裙，不只是让她身材尽显，还充满了某种神秘感哦。子杰则选择了一套全白色的西装，瞬间化身为白马王子。